徐然，看他事儿也凉了吗？没看到，他没来啊，今天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. 小优，走吧，车来了。 依良，坏了，今天不训练了。依良，哎，咱们到会儿今天不训练了。啊，他们给我结账了，我不用再假装儿子了。管工资了。啊，我现在有钱了，秦叔，以后我孝敬你。老板，打枪。哎，来了，20块钱一去啊。 把我留下来和徐渊那群笨蛋在一起，你太过分了吧！哥，你能不能别走，留下来好吗？不行，这次机会非常难得，一个走后门的机会有什么难得的？凭我哥的实力，一样能打进省队。你，哥，你听到了吗？不要，陈龙，哥，我在家等你。行行行行行，依良，依良，怎么了？做噩梦了啊？小优，你们好好训练一年吧。 你装啥子？秦叔，你看到我失过水了吗？人不是啊。哦。你到底咋个了？咋个今天回来不高兴了？我没有不高兴啊。 我很高兴啊，我这样的性格，谁能让我不高兴？秦叔，我现在有钱了，晚上带你去吃大餐。哼，这句话哈，我都听过了。十多年前你就说过请我吃大餐，那天你跑到我这儿来偷东西，被我抓到了。你说你们屋头很有钱，只要我把你放了，你就请我吃，是不是？ 后来我才晓得，你是在孤儿院长大的，你身上那些伤啊，是拿给那些娃娃打的。后来我就把你留下来了。秦叔，我要是再遇见那些人，我把他打得满地找牙。不不不，其实你很聪明，啥子你晓得？ 就是不说出来，我跟你都说过了，有啥事来找秦叔就是了。我知道了，放心吧，我走了。哎，不把秦叔当家人是吧？
秦叔，你仨喝点酒。哎，要不要来一局啊？ 世界都变暗，我会向着微光，用尽全力追赶，直到与你并肩站在对岸。